这是蟠桃，蟠桃我有嫁接三颗，然后多余的枝，现在是秋天，多余的枝我准备剪下来嫁接在其他的桃子树上面，所以说现在就开始剪枝。先把秸穗叶子剪掉，我来试一个不剪完叶子的。我平时嫁接都喜欢把那个秸穗上面用嫁接带把它绑紧，免得它失水分，然后到时候嫁接的时候就不用在嫁接苗上就一直缠缠缠，就会不会很快的摇动它，所以说现在继续嫁接在这棵上面，把这个蟠桃嫁接到一般的桃子上面哈，从这个位置剪掉了，就嫁接到这个地方。今天就嫁接了五颗，一颗，两颗，三颗，四颗，五颗，后期视频会继续更新的。